说吗？啊、哦，这局其实还没玩好，如果玩得好的话，我前期都可以是，我前期都可以单杀对面。哎呀，不是我是 MVP，MVP 是别人，但是其实我也很溜的，我很猛，知道吗？我太猛了，我真的是太猛了，我帮这个小伙伴，我帮这个直播间的幸运小伙伴，我上了一个段位，他本来是星耀三，我给他上到星耀二了，厉不厉害？萌不萌？大家帮萌打进公屏上。萌，既然这么萌，那就既然赢了，我给大家送个平板电脑吧。哦、哎呀，我太这么大气。那没办法，因为就是赢了的话，给大家送一台平板电脑，因为开心嘛，对不对？输了的话，这个没办法。输了的话，那就我太伤心了，就没法送。我们再来一，我们再来一局，然后还是用 QQ 区的小伙伴吧，好不好 ？QQ 区的小伙伴，然后扫码。我们用微信区，我们先去用微信区试试。如果你们还是一直不扫的话，一直登不上，我们就还是去 QQ 去了哦。好，然后安卓系统的小伙伴啊，因为我今天玩的是安卓手机，然后安卓系统的小伙伴来扫码，苹果区就先别扫了哟。好，我们安卓微信区用微信扫一扫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扫码，开始，开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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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扫，开扫，咚咚咚咚咚咚！好了，我们的福袋已经上了，现在是还有九分钟，看到没有？只需要大家关注直播间，都可以参与抽奖哦。关注直播间，然后点击福袋，然后有一个一键参与直播就可以啦。咚 ，QQ 区，你看吧，这微信区扫这么大一半天也没有反应啊，兄弟们没有反应啊。咱每次微信区就有问题啊，就是扫描成功了他不登，就是有小伙伴他没有及时的，哎哎，授权失败似的、啊、你没有给我授权，兄弟，你要给我授权才行啊，你不给我授权咋行呢？我们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次微信区吧啊，我们是安卓系统的微信区啊，微信区的小伙伴，然后扫一扫，哎，扫描成功，然后你赶快在你的手机上确认登录哦，我就帮你上分喽。记得我们是段位的话不限，但是最好是白金以上啊，钻石，钻石开始，钻石起，然后呢里面的英雄呢最好是有射手，然后有有射手，有伽罗，有鲁班的啊，然后是他们俩能排位的，有熟练度的，因为这两个是我的拿手英雄，其他的就我玩的还没有那么好，玩其他的可能会帮你让你掉分，知道吧，玩你的百星号，真的吗？但是怕你扫不上啊，我们这个是凭运气凭手速的，你的百星号虽然是有，但是我怕登不上，我不能玩那么高段位，我真的发现我如果再玩那么高段位，我容易把我自己给气死，真的，我自己生自己的气，太难受了，就是又菜又菜又爱玩，然后又生自己的气的那种。王者什么？就是你们登录的号，你们平时用什么登录王者荣耀的吗？是 QQ 还是微信？我们现在是在 Q 微信区，是安卓系统的微信区，然后你们扫一扫，就是用微信登号的那个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。微信授权不了，一直 不是显示错误，是一直不一直没有，一直没有登，没有点击授权，那个小伙伴就是第一个扫上的小伙伴，他要点击授权给我，我就登上了，他没有授权，这卡着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用 QQ 去吧。来 QQ 区的小伙伴，只要是安卓手机、安卓系统的都可以参与抽，都可以参与扫码哟。扫完之后，然后记得要53321，它会显示，你要确认。哎，你看 QQ 区就很快，我发现了，哎呀 ，QQ 区的小伙伴真的是配合度极高。微信区的那些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个事儿？我来看一下，我先把孩子音量关小点，这有点炸耳朵，知道吗？我来猜猜他的段位是什么，看看有没有我想玩的英雄先。伽罗有，鲁班呢？我们没有鲁班啊。哦，鲁班有，看到了看到了。我每次因为他们的皮肤不一样，每次都以为没有呢。让我来猜猜你的段位是什么？哎，上周表现出色。哦，又是个星耀二呢。哦，又是个星耀二呢，比刚刚还高一个段位。我跟你说，星耀那真的就是我很擅长的一个段位了，舒适区，就打起来就是非常的熟，这个叫什么？得心应手。嗯，对，得心应手。我先把我的这个调一下啊，我的最擅长的英雄我把它调一下，安琪拉，来吧，其实可以玩一下鲁班，我觉得鲁班也是挺猛的，我的鲁班也还可以，直接开始匹配，匹配成功，来吧，哈哈哈哈。你无双给我扫，来呀！那你要手速快点呀、啊？那你扫得快吗？
来，赶快发育路，希望不要有人跟我抢。哎，我是一楼，太好了，没有人抢得过我。一楼的话，一般是第一个选，所以他们没法抢。嗯，别玩安琪拉，什么意思啊？玩安琪拉还可以。我方禁用英雄。我玩王者荣耀第一个英雄，第一个我会玩的英雄就是安琪拉，只不过因为玩的多了。你们居然让我别玩他是啥意思啊？禁用，哎，我看看啊，我想玩鲁班，我先预选一下，我然后把瑶给搬了。兄弟搬下瑶，兄弟搬下瑶。好的，没问题，瑶死了，哎，瑶被搬了的话，这个就赢了90%了。哎，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电玩小子。